没有啊，其实这好啊，反正就是主要是我们很冲动的做了一个品牌，然后很冲动的开了一间店，然后那时候开这间店的时候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希望这里可以周末固定可以有 live 表演。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玩音乐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没时间做音乐，所以很想要弄一个 live house， 可是后来装潢完就没钱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对，我们器材的清单都列好了，可是一毛钱都没办法买。其实我们就是很喜欢画画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喜欢画一些好笑的东西，然后想说如果做成商品，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带走我们的故事。一方面开店是觉得就是可以更好展示我们的东西，所以就才开了一间店。然后那些旧旧的剪刀，那些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有一点储物癖，就是很喜欢收集东西，然后就因为这样花了很多钱，所以我们就把收集来的东西多买几份，然后卖掉，就是减轻一点负担。我们之前是摆一年的摊，然后后来开这个店两个月。就会开两个，然后加大师。我们其实非常期待的活动，而且因为我们前面有说我们想要在这边办一个 live house， 但是因为我们没钱了，所以小屋计划刚好帮我们满足这个梦想。就我们上次办表演的时候是开幕那一天，然后那天聚集很多人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就是三月底的时候有。这个表演，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是 live house 的老板。很重要。